上这一款的详细教程，乳白色打底照灯后斜刷64号棕色，圆头光疗笔蘸底胶把边缘过度柔和去照灯，局部点涂透黑色加深效果，处理自然照灯，利用浮胶转印金色转印纸刷加固胶补照灯，乳白色刷子刮干直接画上去就是这个效果，刷棉席封层照灯30秒，蹭上魔镜粉，再刷一遍加固胶一遍封层，这一款就 OK 啦。第二款用74号三点定位，同样也是用圆头光疗笔蘸底胶把这三点串联起来，把边缘过渡自然，注意下笔一定要轻，晕染好照灯，再把空白部分上乳白色，光疗笔蘸底胶把绿色和白色融合照灯，然后给甲面刷上一层加固胶补照灯，乳白色画出不规则纹理，这一次要把边缘拍虚，还是补照灯，拉线笔蘸白色彩绘胶画出细细的不规则纹理照灯，接着刷棉洗封层照灯30秒，擦魔镜粉，后面部分没有录上，和前一款步骤是一样的哦。上手给你们抗一抗，轻奢气质风，你学会了吗？